啦啦队，我们电报女，他们要带来的是绅士豹旅合金登机箱，价值10800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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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先，等一下，这个比较贵的，我们先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交给你了，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想休息一下。来，我们是桃园云豹篮球队，我们是在地的这个篮球队，跟大家打招呼一下。现在是我们的啦啦队电报女孩们。今天要准备很多礼物要拿，要来给大家，好，来这个先上来。对，除了要拍卖以外，我们也要送礼物给你。好，大家往前面靠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往前面靠，往前面站。来，帮我发给大家。对，这个先不要，直接发直接发吗？对，直接发。哎，往前靠。对。哎，你收起来。非常好，送非常好。哎，这让我很没面子呢。我刚刚没有这样的人潮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要想。大家都要来桃园云豹的球场哦，主场来看球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后面的朋友。有哈、哦，好，待会呢也可以到我们的摊位去哈、哦，我们有今天有免费的啤酒可以喝，可以试喝哦，免费哦，不是开玩笑，免费哦，陪我们喝吗？对，可以陪喝，跟女孩们一起拍照，好，打卡就可以免费喝我们的啤酒。那如果要购买的话，我们的商品部这边也有贩售，而且呢，我们今年呢、啊，因为跟大家说抱歉哦，去年打不好哦，所以我们的商品全面五折，好不好？到现场去全面五折，想买的赶快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继续打不好。再，哎，不是，你这样就不对了。那不对。今年第五名五折，明年第一名一折，有没有问题？好不好？我今天就带总经理来答应大家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好了，刚开玩笑的，希望不要。先来，很少有球队有在卖啤酒的，对不对？除了那个就是国产企业以外，对我们桃园云豹应该是少数有自己出啤酒，叫豹有感。哦，豹有感。那这一箱呢，原价是3888，几瓶？哦，24瓶。但是呢，哦，这次是促销特价3588，今天要把它捐出来，送我爸爸，下礼拜父亲节。送你爸爸，好，所以等一下你标。他说3588送我爸爸，对，好，有标，有喊标就有礼物，有喊标就有礼物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，还有吗？好。这个先送小一点了，等一下那个大的我们再来送毛巾，有喊就有礼物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元起标，有没有要的？等一下，还是先讲一下，标到的金额我们全部也是捐出去，对，都是捐出来，社福机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这边大哥，100块，两百，再来，来礼物帮我发给他，Hello，妹妹，来300，妹妹，300一次多少？那个有喊的，就发这个，1000块，掌声，1000块，哇，掌声鼓励大哥。哎，1000还是可以往上哦。来，1000再来，1000再来。对，还有没有？1050、1060都可以。我们有没有举手的？1000块一次。1000块一次。哎，他3588还差不多了。1050。1050。1050一次。多少？1100。1100。1100一次。1100两次。兄弟没有啊、哦？隔壁的同学。等一下，1500。等一下，让你上来跟电报女合照。哦，得标的直接上来合照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是1500还是5000？1500。多少？1200。好，1200。那先看口袋里面有没有钱，是不是？还在检查。等一下可以汇款吗？哦，来1200，1200一次。还要往上加吗？1200两次。1200三次，成交。成交了吗？1200吗？1200，是1200吧？好，来，请上台，请上台。上台。来。来，我们桌子往后移一点点，往后移一点点。来，我把舞台让给你们，让你站在这边，让你站在这边。然后我们请电报女站在你的左右。来，我们女孩们带她旁边，跟她一起合照一下。还是你根本只是想要合照，你没有要啤酒。啊，你要抱着啤酒啊！你不知道会他不知道自己会喊中。抱着他。抱着谁？抱着啤酒。好，对，不要那么紧张。来，稍微靠近一点点。好，可以吗？哎，听说你们电报女有一个 pose， 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好，来帮我们准备一下。爆撞！哇，你看到了？来，1、2、3，电报女。对，好的，谢谢，恭喜啊！谢谢这位同学。哎，同学，你满18了吗？好，满了，因为看起来太年轻。赚到，买到。好了，我不要留恋了，好，不要留恋了。等一下工作人员麻烦收钱哦。再来，我要跟，不好意思，你借我一点时间。我们这一次。
桃园市府经济发展局所主办的音乐微醺啤酒节有抽奖，现场消费满300元就可以有一张抽奖券，那依次累计哦，满600就2张。那我们抽奖呢，最大奖面对舞台右手边雅马哈的电动机车，再来就是 iPhone 13 Pro 以及来回机票，掌声鼓励。讲到机票就要有行李箱啊。对，有机票，那你出国你一定要带着行李箱去嘛，对不对？漂亮。这个行李箱呢，我们桃园云豹特制的，应该是所有球队里面唯一的行李箱哦。但定价虽然比较高一点，10800，嗯，所以大家可以尽量买。待会呢，我们100块一标，好，好不好？有喊就送你毛巾，有喊就送，有喊就有哦。因为这个金额比较高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先往上铺一下，我们从1000块开始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哦，因为原价是10800。好，哎，对啊，女孩都有啊，可以同款式的。但是如果标到的，除了上来合照之外，如果有需要女孩们的签名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签在上面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不要也可以啦，不要也可以，不要签也可以啦，还是要我签也可以啦。好，没问题啊，准备好了没？1000元起标，一标100块，2000哦，来大哥，哇，桃园的相亲朋友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啊。董喊，2500，再来。2500，来那边，秀华帮忙拿一下，帮忙送一下那边，2500，好，这边大概有3000，啊，那边有3000，先让后面的，4000了，后面大概来，直接拿下去，来4000块一次，还有没有？4000块两次，合照就不止4000了，4000块是，合照就是4000，还有没有？多少？4000块。没有用，没有说用签喊啦，往100的喊也可以。我们就让他标上。你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？没关系啦，要不然还要不要再标一个？要啊。还要不要再标一个？要的。喊声好不好？拍手。好，那这个4000块我们就标出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恭喜这位，该后面那位大哥，来，请上台。4000块，恭喜。4000块也是不少钱了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他可能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标中。大哥，你应该是想合照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是我们雅马哈的伙伴耶！我们来请到主办方中间来。来，我们直接请电话女孩们东西放着，直接跟大哥一起合照一下。来，这一次吹最大的奖是雅马哈的电动机车。哇，对。所以大家赶快来商品支持一下，消费满300元就可以有一张获彩券喽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电报女，来，比个爆爪，1、2、3，一起为桃园云豹篮球队加油打气啦！ Yeah.谢谢雅马哈的伙伴，好，大哥就等一下，工作人员，不是要给我的哈，加薪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再拿一个来好不好？那个球队的工作人员，请帮我再拿一个来，还要再标一个嘛，让大家那么踊跃。刚刚这些大哥想要标，对不对？哇，可以，再帮我拿一个来，我们直接开标好不好？好，也是1000起，再多送一个。1000起，没有，我老板在下面，他刚刚在等我，可以吧？没有问题吧？哈。没问题哈，好，好，来，你这个行李箱是几寸的？这个登机箱，有要拿上来吗？还是没有拿上来？帮我拿上来好不好？对，大家有时候看到比较会有那种想象的眼光，对吧？哈，刚那个大哥都已经带走啊，好，非常好用哦，非常的轻，对，非常的轻，而且也蛮坚固的，可以坐在上面，人坐在上面，我这么胖你可以吗？可以，来，你坐一次，好了，先不用了，来。再标一次哦，一样1000块起标，有标就送，好不好？女孩，等下帮我拿下去。来，1000块起标，第一标，1000，2000啊，1500，好，1500，2000，2100，2200，哇，你们是为了毛巾来的，是不是？2300还3000？麻烦一下帮我补毛巾，补一下毛巾。第二个不能低于4000，真的。公孙，哎，可以帮我补一下毛巾，帮我拿毛巾。对，还有没有？多少了？2500。2500，哇，好，大哥小心。2600。等我一下哈。对，再拿4000来。2600一次。登机箱，2600一次。刚刚是4000块出去，原价10800，1600，2600。还有没有？自己喊的是。还有没有2600两次？这样子雅马哈等下会难过啦，刚
千块。不会啦，那是一个爱心。好好。对对对对，是一个做爱心的感觉。两千六。好，没有了哈。有有了。好。两千。三千。有没有给姐姐掌声鼓励一下？三千，谢谢谢谢谢谢姐姐。三千块，三千块，三千块一次，三千块两次，三千块，三千块两次，没有了。我敲了。确定了？三千块。有人喊三千一了吗？三千块，那边那个那边还有一条，对，他在。三千块一次，三千块两次，三千块。没有三千一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了，好，三千块成交。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来，大姐在哪里？来，请上台，请上台。宣传一下球季什么时候开打？我们今年啊，表定应该是在十月底，对。那我们的主场有可能在11月初、11月中的时候才会开打。那现在赛季还在策划当中。OK OK。对，那我们的主场，来合照一下，合照。好，来先合照。合照一下，我们的主场呢是在这个国立体育。大学，对对对，体育馆，对 T1 联盟。好，我们是 T1 联盟哦 ，T1。好，来看前面。三二一，电报女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我们所有桃园乡亲的参与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现场帮我们桃园云豹加油，来我们现场看球，好不好？耶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还要继续飙，好不好？还要继续飙。啊，不是我，我说观众啊，电报女走，然后就往后退，好不好？嗨，你们好，那我们还有很多好的商品要跟大家来介绍哦。好了，接下来因为我们商品真的很多，我希望把握一点时间哦。再来要标的是九九精酿啤酒一手，哎，这边一定要给我们桃园在地的精酿啤酒一个大大的掌声啊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现在大家说啤酒跟精酿啤酒差别在哪边？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所谓的精酿啤酒，它是一种生活的工艺啦，它可以制造出多元的口味，然后呢也非常的精致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九精酿啤酒，它的费用是1050，这个一手1050。来看到九九精酿啤酒，来我看一下有没有它的，哎，它一瓶蛮大瓶的哦，蛮大瓶的，我看一下这个。330ml九九精酿啤酒哈，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口味。好，应该就一般的大麦口味。好嘞，非常漂亮，这个一手1050块，一元起标。喝精酿啤酒，喝出生活的质感，啤酒也是生活中的工艺，好不好？来。